你们的，因为你们即将快六十，可以啦。你马记，他白云哥比较小，他小我五岁，把财产互相给对方。你财产那么少给我啊，我的给他，不是爽了他吗？他死了，我不可能让他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要折磨他。六十岁跟我在一起好了。折磨。折磨。那白云呢？如果你到六十岁，还没有人，我跟你在一起，其实很浪漫，你知道吗？而且那个时候呢，其实已经不在乎钱了。对。每一个人对物质跟金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。他没有物欲啊。我没有物欲，我只有性欲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还有啊？你应该连这个也没了。靠吃药了。不过刚刚这次很浪漫，其实两个人那个时候是手牵手，已经很开心了。不要说一定要做什么了。对。其实那个已经是心灵的相通了。对。